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，无忧无虑快乐是聊天。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，无忧无虑每天都不见。我建议每天听到半小时下课，阿爹对不对啊？为什么？当市长很麻烦。为什么？我喜欢谁？会管理大家。那标。追台时光机，回到以前，把手机全部都去掉。上课十分钟，下课四十分钟。希望每个人都要这个。特酷哟。